《民事正经》，台湾人民有信心。欢迎收看《民事正经》第一百十四集的播出。我是台中台柯中信教授。咱今日要来甲各位报告的主题呢，吼，是日本明治维新宪法的制定，以及咱台湾宪政制度的建立。日本明治维新啊，宪法的制定呢，交咱台湾宪政的的建立呢，吼。 以上这两个关系是真密切，啊，咱台湾对这点较少去介绍，但是咱要爱知影咱的宪法的制定的过程，啊，以及咱台湾啊宪政交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啊，安尼呢吼，咱才有法度，吼、哦，立即卖宪政嘅基础之下，来啊，发展到咱台湾的宪法交宪政，啊，而即个宪法的部分啊，即对日本人。 啊！离即个明治维新进争啊，日本人因其实就开始啊，送留学生啊去西洋读册。尤其咱以节目中捌甲各位讲到，文九二年，就是一八六二年啊。当时啊，即、啊這个萨摩去甲天皇请到命令咧，啊，要求当时诶幕府啊，送留学生去西洋学先进的物件。所以，伫一八六二年。 啊，即、这个幕府，日本的幕府呢，吼，就送十几个留学生去荷兰，因为当时伫一八六二年啊，对日本关系较好的是荷兰人，所以幕府跟着几个留学生送过去荷兰莱登大学去读册。啊，内底大部分拢是读海军交军书，但是有几个呢，是读有关宪法啊，交政治。 在多这方面，啊，这交日本伊、这个即个啊宪政诶观念诶建立呢，有真大诶贡献。包括着啊，一八六二年啊，西周交金田真道即两个人，就是伫迄年幕府间送去来登大学。即、这个西周呢吼、哦，是即个日本啊，即、这个啊近代的呢，吼、哦，即、这个思想诶开明者。 日本现代思想个开明者呢？吼，有去留学个，啊，有话是伫本土家己培养个。啊，若去留学的、就是、个，著是即个西周会当来做代表。伊伫一八六二年去莱登大学呢，去啊学国际法，啊佮学经济学。啊，西周伊伫莱登大学学了呢，吼，接触到当时伫欧洲上界新。 诶，的政治思想啊，交因个宪法个观念、政治个制度，所以西周离明治维新了，吼、哦，转来啊日本嘞吼，啊，因为伊是幕府送出去个，所以交明治政府个关系较无遐亲密，所以西周伊着无法度入伊内阁内底做官，所以西周伊着是做民间个学者，咧推刷着宪政。 交政治思想诶观念，所以伊那交即个福泽谕吉，即福泽谕吉，咱伫这部捌个，不过于报告过。福泽谕吉伊是无正式去外国学留学，伊是咧学日本诶难学料，啊，即个来学英国啊诶物件，学英文咧。啊，福泽谕吉伊嘛是变成是日本思想诶批评者，所以西周交福泽谕吉啊，因咧做一个啥叫做？ 明六社就是明治六年所做诶些，即、这个明六社哦内底哦诶，即、這个啊政治思想也好，啊是西洋诶先进诶思想也好，拢是日本啊当时呢吼，算较西灭诶即个文明开化，啊有新诶啊现代知识诶人组成叫做明六社，啊西周就是内底呢吼。哦 啊！当时交西州做伙去莱登大学，还阁有一个叫金田啊真道啊。即、这个金田真道呢，吼，伊较早都遁来，伊伫一八六六年呢，对莱登大学遁来了，啊，伊到尾啊有摕着法学的博士。金田真道伊遁来日本了呢，吼，伊就一八六六年，当时抑阁一未名伫微信呢啊，啊，日本人对西洋的物件还阁足陌生，所以金田真道呢，吼、哦。 伊就从咧荷兰莱登大学所学诶物件，西洋诶法律啊，来一般性介绍互日本人。但是今天真到伊嘛是幕后送出去诶，所以伊到尾啊嘛无啊多入去明治政政府内底，哦啊，所以伊主要诶即个贡献，也、啊、是咧民间民间咧教学，哦、啊，传输到遮西洋诶法律诶知识，哦、啊，讲法法律诶知识呢，吼、啊，互日本人。 啊！要当时才开始有法度吼、哦，因日本人来制定着即个宪法的吼，即、哦這个问题，咱而且目有甲各位报告着，即个江藤新平，这個、江藤新平呢吼，伊、哦、是啊明治初期的司法卿啊，伊当时呢吼、哦，因为要制定着民法啦，啊，所以讲伊啊，交法国的法律有所接触了。 伊曾经主张讲，从法国嘅民法改翻译做日文来做日本人嘅法律。当然，这点即是较无可采。但是，这个江藤新平呢，伊受法国人啊，这个真大嘅影响，就是伊主张三权分立啦。三权就是立法、司法、行政，即三权分立。啊，江藤新平伊虽然主张三权分立，但是到尾啊，江藤新平伊就因为 啊，即、这个啊，即、这个左后之乱吼，啊，到尾啊去互判死刑嘛吼。咱、啊、哩这部有甲各位报告的，真可惜，即、这个人是等于系日本诶，商扬啦。啊，即、这个江藤新平是去互伊家己所制定诶法律，啊，伊家己设立诶裁判所呢，啊，由伊会部下甲伊判死刑。所以江藤新平伊因为伊早往生去，所以伊诶三权分立诶想、啊、法呢吼，著较无阿多来影响着。 日本诶宪政啊，诶即个建立啊，所以落来到即个啊，大威忠信啊，大威忠信诶吼，伊交江藤新平诶，伊个即个啊，副岛重臣呐、啊，因拢是左后七贤，尤其即个大威忠信是左后七贤算啊上介有名诶。啊，伊咧吼，伫即个啊，明治啊维新进争啦，伊、啊、因为 伊诶外语诶能力较好。大卫仲信伊少少年诶时阵学南学，啊，到尾啊，搁走去学英文嘞，吼。所以，伫明治个初期啊，外语能力无留学诶吼。啊，有做官，诶，胡泽玉玉吉伊诶荷兰文交英文拢做好嘛，吼。但是胡泽玉吉伊无做官嘛，但是若有做官，诶，著是即个大卫仲信。大卫仲信伊诶荷兰文也做好，啊，伊诶英文嘞，吼，嘛学啊做好。 所以讲，伊当时离即个明治维新进程咧，一八六七年代，伊呢吼，对啊 <bunker>，因做好遐呢吼，攞脱还，脱还呢要去说服到啊，即、um、个一条庆喜呢吼，啊，大政奉还，但是伊脱还，去到京都要啊说服到啊即个一条庆喜脱还的时阵呢，煞阿强抓啊，去互抓去关起，所以讲到位忠信。 离即个明治一初期的时阵啊，去用对家国放出来时阵即、啊、这明、個、治政府诶，拢啊，甲伊进入去啊，明治政府啊，是安那甲伊进入去呢？因为主要就是伊诶外语诶能力，大位忠信会当互明治天皇叫去新区边做代志啊，主要就是伊诶英文啊，伊交外国者诶公使协商诶能力咧，啊，真好，所以讲大位忠信安尼咧吼，拢啊会当来参与着。 明治天皇啊，初期的改革啊，因为大卫壮信伊呢，对即个会计、商业啊、财政这方面呢，佫相当有学习。因为伊会晓看荷兰文，会晓看英文，所以讲伊作一啊，真当时日本啊，真少人会晓诶哦。会计这方面啊，财政这方面啊，银行法这方面呢，啊，伊有这方面个才华啊，伊佫来受到即、這个。 啊，涩泽荣一嘅合作，所以涩泽荣一同时诶入去明治政府来替日本来做着制定着银行条例，就是这个大卫众信伊来主导，啊，这个大卫众信啊来和这个涩泽荣一啊来合作了，所以啊，日本离这个明治维新的初期，离这个地产兴业嘅政策啊，落来啊有真侪财经这方面嘅啊专业知识咧。 啊，有即方面的能力的人，就是大隈重信。所以大隈重信，因为伊的啊外语的能力，啊，佮即、啊、个财经这方面的专长啊，而明治政府的初期，吼、哦，而即个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呢，也使讲是啊，真有即个才华，会当来替日本做代志。啊，伊呢，交大久保利通啊，因两个是死对头。啊，就是讲大久保利通呢。 是天皇啊所挖课诶人，但是大卫忠信呢吼，伊、哦、交伊藤博文啊，因是算另外一派，交即、這个啊大久保利通较无遐尼嘛啊，但是两个势力拢咧协助日本啊天皇咧革新，所以大卫忠信呢吼，伊安尼来协助日本天皇是安怎？到尾啊，伊伫一八八一年，伊诶即个逝世呢吼，哦、我个人诶认识是安尼，因为大卫忠信啊。 你伊少年咧学英文的时阵，大卫仲信少年的时阵咧学英文的时阵呢，伊著去摕美国宪法来学英文啦，也、啊、著、就是讲，伊是读美国宪法啊来学英文呢。所以讲，大卫仲信定少年著去受着美国宪法即个三权分立啊的思想呢吼，啊，深深、啊、印伫大大卫仲信的脑海内，咱先休困，看下才继续来甲各位做报告。 欢迎登来电视《正经》的现场。咱头下讲到戴伟同信呢，吼，伊是左二期生之一。啊，伊呢，吼，因为有财经方面的专长，啊，佮有荷兰文交英文的专长，所以伊真少年就去接触到美国啊三权分立的即个思想。美国宪法呢，吼、哦，就是美国的别宫吼啊，美国的法院啊，美国的国会三权分立啦，即、啊、个、就是。 法国的三权分立呢，传入去美国。啊，大卫·张信呢？吼、哦，伊交即个江腾新平啊，拢是三权分立的支持者。所以，大卫·张信是对美国宪法去学着即个三权分立。所以正，伊真早伊就主张着自由民权的活动。啊，大卫·张信真早就去主张着自由民权的活动呢。但是，各位咱知影吼，因为当时明治天皇咧。 明治维新，明治天皇嘛，无一定要采取三权分立啊，因为三权分立，即等于系天皇是行政权尔，啊，要爱阁尊重宪法，啊，阁尊重着即、这个啊司、呃、法啊，所以讲明治天皇呢，吼，伊较无支持即个三权分立的思想，所以大会忠信呢，吼，啊，真不兴可能是因为安尼的主张。 所以大卫·中信伫一八八一年咧，哦，两下落台，两下无去做参议啦吼，这真可惜。啊，当时咧，吼，大久保利通咧，因为伊较支持天皇即、這个啊，即、這个啊诶想法，啊法，所以大久保利通咧，啊，伊伫明治诶初期啊，就较得天皇诶即个肯定。哦，因为大久啊，大卫·中信伊是要主张三权分立嘛，哦啊。 即个大久保利通是甲支持天皇，讲话，天皇开下就对了。所以大久保利通呢，吼伊交大隈重信这两个人的竞争呢，当然日本天皇、明治天皇落来啊，较偏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高威啊就落台。但是咱知影大久保利通伊伫一八七八年呢，伊吾那起红气山嘛，即个大久保利通，那你接不有甲、这个、各位讲过？ 伊是一八七八年西南战争了，哦，煞二一届啊，透早要入江啊，去报告代志的时阵呢，煞在公行内底去互人家刺杀，啊，大久保,、哦啊、保利通去用刺杀了呢，吼，要当去接啊，大久保利通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大卫壮士啊，另外一个就是伊藤博文，到尾啊，即、這个日本政府呢，吼、哦。 包括明治天皇是经伊藤博文来接位啦，因为伊藤博文啊，哩这个啊宪法嘅观点啊，啊，交大久保利通拢是较支持君主立宪。即、這个宪法呢吼、哦，有两种啊方式，一种啊叫做三权分立，像法国嘅宪法，哦，顶面一个总统啊来三权分立，哦、啊，啊个美国嘛是。 美国总统啊，三权分立啊，另外一种诶宪法呢，叫做君主立宪。哦，君主立宪呢，哈、哦，你像英国嘛是君主立宪，但是英国伊无制定一部啊，即、啊这个书面诶宪法。哦，所以伊个叫做软性宪法，伊无一部啊书面诶宪法。啊，即卖日本要来制定宪法是安怎呢？因为 日本开始咧制定着民法、商法、啊、刑法，即、這个时阵接触着外国人，即外国嘅法学家，拢甲日本政府讲啊，讲恁要制定即五部法律啊，即顶面爱有一部宪法啊，因为民法交刑法、民事诉讼法是咧实施宪法对咱人民嘅保障，宪法对咱人民保障着财产权，所以咱用民法来保障人民嘅财产权，啊，宪法。 保障着咱人民的自由权，所以讲，咱用刑法交刑事诉讼法来落实着宪法内底，甲咱人民保护的自由权啊。所以讲，要来制定宪法。所以这个时阵呢，吼，伊藤博文啊，伊就主张讲要安尼君主立宪。既然绝对要来制定一部法律呢，啊，就要君主立宪啦。所以伊藤博文伊要来制定着这部宪法啊，伊就来采取着啊德国模式。 啊，因为伊藤博文啊，伊是接到啊，即、這个啊，算讲啊，天皇诶信任了，变成明治政府诶主导啊诶要角啊。嗯、伊藤博文到尾啊，伫一八八五年做第一任诶日本诶内内阁诶总理嘛吼。嗯、伊藤博文伫一八八五年来接到即个第一任诶总理了啊，啊，落尾来制定着。 日本的宪法啊，成立日日本的国会。即、这个时阵呢，啊，伊藤博文伊就去想到来替日本定宪法。即、这个德国学者叫做黑尔曼·赫尔斯特勒。所以伊藤博文知影即个黑尔曼·赫尔斯特勒咧吼，伊是德国人，啊，伊呢来替日本定宪法，啊，伊哩德国对即个德国的宪法呢吼，也、啊、有真深入的研究。 所以伊藤博文啊，我拜托这个黑尔曼·赫尔舍勒啊，来替日本、哦、來抄啊来操练啊日本的第一批帝国宪法啦、啊。啊，这部宪法呢，吼啊伊藤博文在这个一八啊八九年啊啊来通过了啊日本来通过啊这个第一批的日本宪法啊成立日本国会一八八九年呢。 所以日本就有一套这个啊君主立宪的宪法，但是日本这套君主立宪的宪法啦、啊，伊内底主要就是确保到日本天皇，伊是啊算讲是日本啊这个世袭的天皇啊，而且有实权啊，安尼由这个日本天皇来制定这套宪法呢，来规范着日本政府的组织。 啊，来保障着当时日本人因的啊财产权交自由权，所以一八八九年日本宪法啊,啊来成立了呢。但是各位，虽然伊藤博文伊的功劳这样大，但是你若去日本国会去参访，我个人就捌去过交咱啊，立法院的代表团入去日本国会，去到日本国会呢吼，日本啊国会内底诶雕像。 啊，个日本啊，国会内底诶，啊介绍册，伊拢介绍什物人？毋是伊藤博文，是介绍介绍着大卫重信啊。因为大卫重信呢，吼，伊即个当时在日本啊，虽然一开始无得日本天皇诶即个支持啊，哦啊，来一百啊百年来落台啊，但是咧，吼。 大卫众信伊离日本国会交日本宪法诶制定呢，吼会当讲是一个啊，首先会鼓吹者，即、這个江藤新平伊算较早往生吼啊，所以大卫众信算是啊早期安尼来鼓吹着日本爱制定宪法，啊，日有日本国会诶人，所以进各位你若去日本国会内底纪念诶人，毋是伊藤博文。 是大卫·仲信啊！即、这个大卫·仲信呢，吼，伊交伊藤博文啊，到尾啊有变成一个即竞争个关系，有即竞争个关系呢，吼。但是伊藤博文互人配合个所在就是安尼，就是伊藤博文啊，伊做啊首相了啊，因为大卫·仲信伊个外交个外语能力、外交协商个能力真好，所以伊藤博文做第一任诶内阁总理个时阵啊。 竟然啊，即、这个外举不必敌啊，就是伊藤博文外举不必敌。伊做总理嘅时阵，竟然去聘请到大卫仲信呢，当来做外交部长，即、这个国务卿就对了。国务卿、外交部长，这互咱真佩服咧。敢讲将家己嘅政敌请来做上界重要嘅国务卿呢？这就是伊本伊藤博文。 所以到尾啊，伊藤博文就是伫即个甲午战争啊，拍败清国了，签订马关条约條，交李鸿章对谈，即个人就是伊藤博文。吼、哦、啊，到尾啊，即、這个大卫忠信嘞吼，伊嘛有接即个伊藤博文的后手啊，黑田啊，青龙嘞吼，大卫忠信嘛，有接到即个首相的职务，所以这就是日本因个宪法啊，伊哩。 明治维新的初期到这个甲午战争这段时间，日本伊的宪法啊，伊的规个制定个过程啊，上届无一八八九年伊有日本宪法，所以离这个一八九三年呢，日本啊有这个商法交民法的颁布啊，就是拢通过到日本国会的制定啊，啊安尼日本伊的宪政呢吼、哦，就开始。 啊，有即个初步的基础，但是日本伊诶宪法到尾啊会演变，尤其是二次大战了，啊会演变，佮变成真大。啊，即个吼，咱以后爱有机机会再来甲各位报告。但是上届无，咱今仔日甲各位报告到日本宪法伊诶制定，离这个明治诶初期是安尼嘞吼。啊，安尼离这个甲午战争迄段时间，吼、哦，影响到啊真侪。 啊，制定着中华民国宪法啊的人呢，啊，包括着张君迈啊，以及着研究着啊台湾的政治啊，交即个宪法诶法学叫做萨孟五呢，啊，即啊,啊,啊，就咱后礼拜呢吼，才、啊、来甲各位做即方面的报告，就是讲日本伊诶宪政诶观念，吼、啊，安怎离诶法律落实落实了呢吼？啊，因为啊，即、這个。 国民政府要制定中华民国的宪法，内底主要的操你者叫做张君迈。张君迈就是在那段时间呢，去日本留学，去学到日本这套、個、啊，伊现代的这个宪法的吼，啊来制定到中华民国的宪法。